租车啦，过嚟租车。过嚟问租车。哇！租车，租车，你觉得？租车，你有冇信心赢啊？冇啊！你今年有？你觉得有冇信心赢啊？冇，啲工作人一分一球。吓？一球咁惨。谂住今次攞几分啊？31。哇！你有啲玩嘢。喂，你觉得自己有冇机会赢啊？我都唔係打，嚇唔係打佢。因為我哋學校越嚟越多人射咗三分球，咁於是乎咧就揾呢個遊戲有趣味啲，咁樣令到個寫仔咧就更加精彩。哦。